Nigdy niespełnione sny, słowa, których było brak, dziś do siebie mam żal. Wciąż stłumiony w sobie krzyk, ból, co zadrął we mnie tkwił. Słowa, których było brak, dziś do siebie mam żal. 当他拿着花上台唱歌的时候，我都看呆了，我觉得惊艳。więc wybaczmy sobie to, co było na złe. Nie umiem żyć bez ciebie. Teraz dobrze to wiem.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波兰的黄佳怡，现在在台湾留学，我是二年级。佳怡的英文好像说，就是中文没有那么好，是吧？对，所以我今天给你们送花。我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多照顾我，然后说话说慢一点。为什么要一开场就送花呢？是因为特别喜欢花吗？就是因为我们在波兰有那种习惯呢，就是男生很喜欢送花给女生，然后这个是一种很浪漫的表情，所以我们常常会收到花。好，谢谢。好啊，接下来你要看一看他们，选择一下心动不心动。好。花的文学。已经爱上他，总是迫不及待喝的奇怪，钥匙中了魔法，脸上溜溜达达，还是不想回家，一个人看着电影，看着电影。接下来就是说不心动男生了。刘浩的，我走在没有你的夜，高喊口气。七号，你刚刚笑那么开心，是不是因为之前有感觉？对对对对，他女嘉宾在说不心动的时候，看了他一下，然后我就知道，哎，估计是他了。果然国内国外的眼光都是一样的。东西方审美没有差异，你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不一定，你要问一下这个女嘉宾，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呢？我就是可能是觉得，对，就是打穿衣服可能是很喜欢运动的样子，然后我就不喜欢运动感觉的。但是他穿的六号穿的跟十一号穿的风格，十号的风格，还有十三号的风格，那我只可以选一个，是不是？只能选一个，他所以他穿的运动范里面长得最丑的那个。那我，那你觉得六号长得怎么样？你觉得？不错不错。That's great. 那你觉得九号长得怎么样？但是都蛮帅的。接下来，亲爱的，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关键词，再继续了解一下，好不好？好，来，在这边，中国缘，蒲公英的约定，绝不，原来是两个人。好，算好的。中国缘是什么？好，因为我是对中国有特别兴趣，说中国的这个国家有特别兴趣。然后我兴趣的一些四个重点。就是给你们可以看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跟中国的娱乐。
然后中国的语言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我来说中文不比较好听，字也比较好看，然后也比较有意思。这是我以后就我后来的决定，就是我的未来要跟那个中国那个国家有关系。好，我想再问一下你中国的娱乐你对什么感兴趣啊？哦，对，中国的娱乐我就去年第一次就在中国过跨年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就打麻将，然后跟一些中国的朋友一起打，因为我们外国人根本不会打，我们就扶着，只是说那个砰砰砰砰砰，所以就感觉就哎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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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砰，怎么砰砰砰，然后所以我就是扶着就说那个砰的那个动作，然后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可以砰，我都不知道，但是就觉得好玩了。喂，好，你好，女嘉宾，我想问一下，绝步是指什么绝步？那你可以帮我念吗？啊，可以。我等一下就好了。绝对不要和我 AA， 第一条，第二条。绝对不要不和我 AA，绝对不要不和我 AA， 不和我 AA。第二条，绝对不要迟到。第三条，绝对不要让我道歉。是。只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要跟我在一起的话，这是三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重点。好，因为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男生的压力真的很大，我要你觉得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是很快乐很放松。如果我们跟朋友出去，不管是我的朋友还是你的朋友，我就可以让你帮我付钱让我买单，但是如果只有我们两个的话，我真的觉得完全不需要这样子。我很赞同女嘉宾，就是因为确实有时候这种方式简单明了，而且在感情方面，男女之间的感情方面，有时候你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很了不起。那要是男朋友就是给你一直请你吃饭，你偶尔请他一次，或者是你给他买一点小礼物，不就能解决这个方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什么时候我的男朋友会同意了我请他？我觉得他永远不会说不行不用不需不需要不需要我请你。你想请的时候可以请啊，就是你自然就是内心想请的时候可以请。那我是每次都要自然请啊？你每次都要？但是我觉得女嘉宾其实已经非常的就懂中国了，因为她刚才有说到，就是说自己男女朋友之间，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话，那我们自己可以 AA， 但是如果你在你的朋友面前，对，他会给，所以我就会给。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很了解中国了。所以我认为关键的重点其实不是文化的差异，当然是有的，更多的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体谅的心情。你即使去了一个陌生地方，不了解当地的任何文化，其实如果你多一点小的细节的观察，你大概知道别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多一点用心，多一点换位，其实这个事情很容易解决，对，是吧？那个蒲公英的约定。好，这个是我要跟你们放上一个故事，就是我19岁的时候，就一上大学我就认识一个男生，然后我也觉得他的个性就很适合我，然后他很勇敢，然后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就是他很容易可以让我笑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就一段时间，但是他先毕业了，然后已经就是回去台湾，然后我还有一年，然后因为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提到，那我又可能以后为了在一起，我就去找你，那我也去台湾，就在那边留学。然后后来我真的考上了个在台湾的一个学校，然后我发现了他已经开始在台湾已经开始新的生活。我刚刚而且他在讲的时候，袁世忠二号听得特别认真。因为我之前也有过，就是说我的初恋其实也是他跟我差一年，我先毕业的。但那个时候其实我有想过延迟我的毕业的，但是到最后其实我也没做到，所以我就走掉了。所以我看到女嘉宾这样说的时候，其实蛮感动的，就觉得她为了她的爱来到台湾，然后这么努力的，我觉得我没做到，但是她去做到，所以很欣赏。好，接下来这样，反正嘉怡的基本情况大家都有了解了，然后呢男生们先做出他们的选择好不好？好，各位请先做决定，完美告白，为爱而来，七选择。哇，
当他出现的时候，我都已经在选择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也很哇。有请三号。你好，李佳明。嗨，你好。可能你不太知道我是谁。我先介绍一下，我叫戴世豪，然后我来自广州。我刚刚一直没怎么说话，但是我有认真的在听。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留意你的吗？我一出场的时候，你看到我是一个外国人的时候吗？不是不是，其实是在你那的时候送花了，一边唱歌，你唱歌又好听，然后我又留意到你觉得很漂亮。接下来我就是，你送花给我们每一个，然后我是觉得你送这一支才送到我的心里。然后我对你的了解刚刚也知道是觉得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然后觉得男女平等要 AA 制，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我的普通话也不太好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中文也不好。我们可以一起去练习之间的谈话。你可以教我英文，我可以教你讲普通话，还可以教你说粤语。对。我觉得他很棒，虽然他的普通话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很精良，要让我懂。你先，我教你一个手势。就是先这样子，这样，对，我要跟你说三句话。好。第一句话呢，就是你跟我在一起，不用说对不起。第二句呢，就是我的红颜知己跟女朋友永远都是一个人。第三句话呢，我知道你喜欢花，所以每次见到你我都会送你一枝花。我的心跳，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这是今天的第一次我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花一月就小白吧，风一吹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其实我是第二次见到花。其实刚刚教你的这个动作也是中国一个特色。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约定，然后可能你之前是没有跟你男朋友约定好，所以才发生那样的事。但是我刚刚已经跟你约定好，就做了这个手势以后，就是表示已经约定好，就会答应你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放心。所以我喜欢你，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我当时特别紧张，然后觉得很紧张。其实我觉得我们幸福的，就是有一个那么帅的男生就要跟我告白，然后我觉得
我们幸福的原因也是因为你喜欢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而已。我感觉你很懂我，你很了解我，你喜欢我的个性，你喜欢我的想法，对，就是并不是只是我的外表而已。但是我就想一想，是不是你会以为跟一个一过一地的人在一起，你真的有想好了吗？其实这个问题我有想过，就是你在台北是吗？是，我台北读书。对，其实台北对我在广州来说也不是很远，其实我可以常去看你，你也可以常过来，我觉得真正的异地恋不是说，地方的一个距离，是心灵上的距离，就是大家如果彼此有对方在心里的话，我觉得再远的距离都不是什么问题。所以你愿意跟我走吗？其实你懂我就好，不管有多少纷扰，一个幸福拥抱就能感受彼此的心跳。我其实一到中国的时候，我又学到三句话，第一句是你好，第二句是再见，第三句是我喜欢你。然后你一上台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说你好。那现在我要的跟你说的是，你跟我在一起，不用说对不起。我的红颜知己跟女朋友永远都是一个人。每次见到你，我都会送你一枝花。那现在我要的跟你说的是，我喜欢你。因为他喜欢我，所以也很喜欢。